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现在人压力太大了，然后就是也是比较亚健康的状态。那如果大家身体上出现了一些不舒服，那可能也会更多的去寻求养生这方面的一些解决办法吧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因为现在社交媒体上就也涌现了很多养生类的博主嘛，那大家看到了之后也会去掀起这样的一个热潮。弯弯曲曲的管道，而卵巢是什么？是在我的这里长出来的一个我们的生殖腺体，它就不工作了。如果你14岁来月经，它可能……我觉得年轻人现在真的越来越多的啊，会去关注养生啊，会去关注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养啊，健康的管理啊，这也说明在年轻人当中需求多。为什么需求多呢？就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啊这方面的不足。然后看到这种针对性的，就是苦口良药嘛，还有就是对肝好的东西，然后就会觉得很想喝这样的东西，就感觉对身体很好。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养生，